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590面。590面，倒数第六行，从予所受用之不希求想这地方看起。这是这一段经文里面的第二小段，从予所受用到不希求想，这一段经文表彼土菩萨平等由于十方佛刹，予所受用皆不著取。由于净国也无爱要，于诸秽土也不厌弃。这是说明极乐世界的菩萨们四土三倍九品，从最下面的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一直到十宝土等觉菩萨，平等由于十方佛刹。这个平等两个字很重要，照一般来讲呢，这个界位是极不平等。凡圣同居土的菩萨是凡夫，没有见性的，方便土里面的菩萨是小乘，是全教，也没有明心见性。但是他们都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借作阿惟越致菩萨。这是十方诸佛刹土里面都没有的，只有极乐世界有。这就是十方佛为什么赞叹阿弥陀佛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道理就在此地。弥陀的学生，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实际上他连小乘出国都没有证道，大乘教里面实信菩萨了，他初信都没有得到。实信位在大乘呢，像是小学，初信呢，那就是一年级，小学一年级的资格都没有啊。如果证得初信位了，也就是小乘初果了，他就在凡圣同居土，在这个十宝土，这个方便土，方便土里面。
用我们这个地方的话来讲，小乘出果，一直到十法界里面的菩萨佛果，这些人生到极乐世界，全都是方便土啊，明心见性之后呢，才能够生到十报土啊，凡圣同居土里面初果都没有到啊，但是他跟这些等觉菩萨平等游于十方佛刹，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所以净土啊，被称为难信之法，道理在此地啊。阿弥陀佛为什么能加持，这个道理前面我们学过了，真有道理啊。啊，阿弥陀佛的因地，无量界的时间积功累德，这个时间久了，说明他的根底非常的深厚啊，在十五界之前他是国王的身份啊，遇到世间自在王佛，舍弃王位，出家修行啊，自在王佛给他起的法号叫法藏比丘。这个时候他发四十八愿啊，愿发了，要以行去建愿啊，把这个每一个愿要做到，用了五戒的时间。经上没有说中戒小戒，那肯定是大戒。一个大戒是这一个世界沉住坏空一次，这叫一个大劫。你说这时间多长？这个世界沉住坏空五次，这五个大劫，这么长的时间，把四十八愿愿愿都做得圆满了啊，圆满的果德成就了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一切不是人设计的，也不是人去施工建筑的，自然形成，这个道理很深啊，我们在前面详细说过啊。极乐世界这种情形跟我们这个世界欲界第五层天第六层天就很像了，第五层天是化乐天，第六层天是他化自在天啊。我常常用这两种天来比喻我们往生极乐世界是什么情形呢？极乐世界所有的受用都是阿弥陀佛变现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在极乐世界是完全兑现了。所以思一得一，思十得十，想什么他就来了。这个道理科学家懂，但是没做到啊，极乐世界实现了啊，它的原理
就是一切法从心想生。啊，现在佛这一句话被科学家证实了，讲得不清楚，有这个意思，我们听得懂。啊，像德国普朗克博士，啊，他一生研究物理，研究量子，啊，特别注意这个物质，物质到底是什么？被他发现了。根据他研究的报告，他说，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是什么呢？物质的本质是意念累积变成一种幻象。啊，那物质我们大分啊，有固体，有液体，有气体，这是大分，那细分就太多了。这是怎么形成的呢？他告诉我们，固体是频率比较慢的啊，这个念头啊，它产生一种频率啊，稍微快一点呢就变成液体，再快呢就变成气体，在我们地球上是最快的就变成光波、电磁波，都离不开意念。这个发现太重要了啊！我们这么多年来，古来的祖师大德对这个一切法从心想生呢，都没有办法讲清楚。所以老和尚都劝我们，我们要相信圣言量，佛说的吗？佛不会说假话，一定是真的。虽是真的，我们总是上面打个问号在上面啊。那么科学发现之后，这问号就去掉了，我们肯定了啊。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讲的这个话，今天科学家把它证实啊。那么精神怎么回事情呢？精神从哪来的呢？普朗克告诉我们，精神是无中生有。这个话我们听得懂，没有问题，真的是无中生有。无怎么会生有啊？这就涉及到哲学里面本体的问题了啊。古今中外哲学对于本体论还是个谜，说法很多，没有一个人说的是人呢，心服口服，没有。可是这个事情唯独佛经里头讲得清楚，我们中国老祖宗也不简单啊，他们也晓得也都懂得这些原理，跟佛经上所讲的非常接近啊。它不是无中生有，它从自信生的啊。一切法不离心性呐，华严经上说的很好啊，唯心所现，唯识所变。那么今天识被科学家发现了，心没找到啊。这个心是真心，不是妄心啊。识是妄心，就是阿赖耶，阿赖耶被科学家发现了，这个不容易啊。
阿赖耶能变呐、啊，宇宙之间千变万化，怎么来的？阿赖耶啊，阿赖耶会变，真心能现啊，能现能生是自信啊，能产生变化，变化无穷，这是阿赖耶啊。阿赖耶里头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有执着，这就叫一切法从心想生。科学家发现这个事实真相，对我们化解地球灾难呢，就会有很大帮助。有没有办法在灾难化解？有，你懂得这个道理就行了，念头嘛。那么现在这个灾难这么多，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出在地球上的居民念头不善所感应的灾难啊。佛在楞严经上告诉我们，贪婪啊，贪心重，赶来的是水灾，这海水要上升啊，南北极的冰要融化啊，大洪水会发生的。那这么来的，这真正的因啊。那成会是火灾，火山爆发，地球温度上升，这么来的。风灾啊，今年这个风灾特别多啊，美国一个月当中有几百个龙卷风，从来没听说过的。风从哪来的？鱼池来的，这不是台风都说鱼池，这贪嗔痴啊，傲慢呢、啊？傲慢感应的是地震，傲慢不平，地震从这来的。还有个怀疑，这个怀疑问题可大了啊，信心丧失了。今天很多人讲啊，这个世界现前这个时代是信心危机的时代，这话说的不错啊。啊，你去问问这些一般人，年轻年老的，他相不相信自己？不相信，自信心失掉了啊！对任何一法他都不相信啊！儿女不相信父母，夫妻互相不相信啊，兄弟姐妹不相信，那对祖宗、对古圣先贤、对诸佛菩萨当然更不相信了啊。这个感召什么呢？这个感召大地松散了，大地本来很坚固啊，松了，松了山会塌下来。什么山呢？喜马拉雅山会倒下来。大地呢？大地软了，松了，会沉到大海去。你看看贪嗔痴慢疑，这佛讲的五个字啊，我们今天看到地球上得这么多病了，是这么来的。贪嗔痴慢疑对自己本身来讲带来了许许多多的疾病啊，这个疾病是五脏六腑的疾病啊。那我们要救自己，让自己健康长寿，你把这五样东西断掉啊。我们居住的 地区有这些灾难，能把这些灾难化解，也是把这五样东西断掉啊。所以佛教导我们呢，勤修戒定慧，
熄灭贪嗔痴，身心健康，啊，大地没有灾难。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听说一个人生病，佛介绍这么多，没有听到说佛讲西方极乐世界有什么病院啊，也没有医生这个行业，没有听说西方极乐世界有灾病。为什么？佛告诉我，那个地方的居民是十方世界移民过去的，移民的条件实在讲呢，只有一个，心地清净呐，就这么一个条件呢。心净则佛土净，啊，方法上是教你修心愿心，啊，对西方极乐世界你相信，你愿意去，啊，真肯念佛。可是真正条件，心愿心把自己的清净心念出来了，把这个贪嗔痴慢疑放下了，这才能去得了。如果你贪嗔痴慢疑没有放下，带到极乐世界去，那你进入别人的这个过境的时候，你带了病毒进去了，他们不会接受的。啊，换一句话说，十方世界去往生的，个个都是身心健康，啊，决定不带病毒。所以这个世界好，啊，这个世界一丝毫欠缺都没有。啊，你看这些菩萨们在极乐世界所享受的福报，人间天上都没有啊。我们要是往生到极乐世界，享受这么大的福报，这福报谁供养的？阿弥陀佛供养的，阿弥陀佛是大施主，物质生活他供养，你什么都不要愁，到极乐世界什么都不要带，就带一个清净心过去，啊，我们这个经体上讲得很好，清净平等觉，你就带这个东西去，啊，除这个东西之外什么都不需要。啊，清净心阿罗汉证得的，平等心是菩萨证得的，啊，大彻大悟就是大彻大悟，是化身大士证得的，啊，这是往生极乐世界条件的，啊，在经题上明白给我们显示出来，啊，除了极乐世界这个物质的享受，真正可以说到了究竟圆满，没有丝毫欠缺，啊，你想什么就有什么。阿弥陀佛天天为大家讲经说法，这西方极乐世界是学校啊，阿弥陀佛是老师，菩萨是学生啊，啊，学生程度不相同，有上中下三等，啊，最高的化身菩萨已经明心见性了，住十宝图，其次的是已经将烦恼习气真正断掉了，
一部分了。啊，断掉一部分了，他们生方便有余土。啊，就是我们讲的声闻缘觉全教菩萨。啊，这三类人。方便土里面三品，上品全教菩萨，中品的是辟支佛，下品的是阿罗汉。凡圣同居土里面一品烦恼都没断，啊，也有三杯九品，啊，程度不齐啊。每一天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那边的人好啊，啊，生到极乐世界就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身体不是血肉之身，不像我们这样的，我们这个需要饮食，需要营养，啊，来延续这个生命。极乐世界是法性身，居住的是法性土，啊，所以人不需要饮食，也不需要睡眠。那么你就想到极乐世界的教学，它没有中断的，而且到处都是讲堂，每一个讲堂你都看到阿弥陀佛。啊，亲自跟你说法，阿弥陀佛太多了，是阿弥陀佛的分身，啊，应身。啊，到十方世界去，那是化身，此地讲的。啊，彼土菩萨由于十方佛刹化身。到十方世界去干什么？去修福啊，供佛修福报，听佛说法增长智慧。所以到极乐世界去干两桩事情，修福修慧。啊，福跟慧修到圆满了，你就成佛了，你就毕业了。毕业之后你到他方世界，这个世界跟你有缘，你到那边去做佛去了。啊，你在那里教化一方众生，跟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模式。啊，跟阿弥陀佛学的嘛，好像就变成阿弥陀佛的分校一样了。这个分校，遍法界虚空界。不可思议，于所受用啊，皆不着取，受用一切圆满。着是着相，取是我们今天讲的，希望控制它，希望占有它，希望据为己有，这是取。啊，西方人有没有这个行为？没有，因为他没有贪嗔痴了。啊，他需要的时候就有了，不要的时候就空了，就没有了。啊，这是科学家曾经讲过，能与执的互相转变。啊，能量
可以变成物质，让我们受用。啊，如果不要这些物质现象呢？物质现象可以恢复为能量，就没有了。啊，科学家知道这是可能的，我们的科学技术做不到，西方世界已经做到了。用什么方法？用意念。啊，科学家也很了不起啊。知道宇宙之间只有三样东西，第一个是能量，第二个是信息，第三个是物质。能量怎么样变成物质？物质怎么样回归到能量？问题在信息，这个信息就是意念。啊，这个就是阿赖耶的三细相嘛。啊，佛法的名词跟它不一样，但是一桩事情。阿赖耶的业相就是能量，阿赖耶的转向就是信息，阿赖耶的境界相就是物质。所以究竟圆满的科学在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做到了啊，能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啊，它是不生不灭的啊，遍满虚空法界。啊，阿弥陀佛知道怎样把能量变成物质，他懂得，不稀奇。我们欲界天第五天的天人，他也知道，他也会变。第六天福报大了，他所一切的受用不需要自己变，自己想要什么东西，第五天收到信息就变化来供养他了。那他不要了，不要自然就没有了，多自在啊。啊，欲界第五天第六天能做得到，极乐世界怎么会做不到呢？啊，所以对于极乐世世尊介绍极乐世界这是物质环境啊，我们就一点怀疑都没有了。啊，确确实实知道是从心想生。啊，现在这些信息渐渐的被科学家发现了。啊，但是科学家的极限，释迦牟尼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啊，也就是用第六意识。我们今天讲用思想，用研究，啊，用这个心，啊，这个思想的能力很大，对内可以圆到阿赖耶。今天讲的量子力学。到极限了，对外呢，能够圆到虚空法界。啊，今天的科学确实向这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搞宏观宇宙，一个是搞量子力学。宏观宇宙是无限大，量子力学是无限小。啊，科学能不能再突破？不能了。为什么？科学哲学的研究都必须要有对象，
他才能观察，他才能想象。如果没有对象，他就无可奈何了。因为自信，它不是物质现象，也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这就是它的极限。那么要明心见性，大乘经教上讲这个事情，为正方知。怎么正法？你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就真的了，自然就真的了。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表演给我们看了。我们看经典上记载的，他19岁离开家庭，舍弃王位，舍弃皇宫里面的物质生活，这个表演是在暗示我们把烦恼放下了。这障碍两大种嘛，两大类，一个烦恼障，一个所知障。烦恼放下了，出国去游学，去学习。当时印度是世界上宗教之国、哲学之国。印度这些宗教家、这些大哲学家，他通通都去学过，学了12年。他的视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非常有着狂热的求知欲一个年轻人。广学多闻呐，什么都想学。这知识分子热衷于求知。12年呢，大概所有的这些高人都见过了，问题不能解决。因为印度的宗教跟哲学，他们都崇尚禅定。佛这些知识从哪来的？从禅定当中来的。在禅定里面，空间维次没有了。所以人在四禅八定当中，能够看到28层天。下面能看到阿鼻地狱，在这个3000大千世界之内，他没有不看见的，他亲自看到、听到、接触到，他太清楚了。那还有什么问题呢？我相信释迦牟尼佛有这个六道，从哪来的？为什么会有六道？六道之外还有没有世界？我们求学有这个问题啊，我想释迦牟尼佛肯定有这个问题啊。那这个问题不能解答了，没人能解答。印度人把四空天
认为是宇宙的本体，认为是大般涅槃。啊，大般涅槃就是发性啊，这是一个误会呀！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呢，这通过十二年的学习，他30岁了。这个时候，把十二年所学的统统放下，在毗波罗树下入定，入更深的禅定，突破四禅八定，啊，这才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问题解决了。啊，宇宙怎么来的？知道了。为什么会有宇宙？啊，与这个3000大千世界之外，原来诸佛刹土无量无边呐，无数无尽啊，这全看到了。啊。这个毗波罗树以后就称它叫做菩提树，啊，现在我们都称它菩提树。他在这个树下开悟的，怎么开悟了？把12年所学的东西放下，所智障放下了，啊，二障没有了，自性里面的智慧德相统统现前了。做出榜样给我们看，啊，成佛不难，断在放下，你肯不肯放下？啊，不肯放下，那就没法子了。啊，60年前，我第一次跟张家大师见面，向他老人家请教，啊，佛门里头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的契入佛的境界？啊，他老人家告诉我6个字：看得破，放得下，你就契入了。啊，看破是明了啊，事实真相明白了，这相是假的，不是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设法界一真庄严，怎么来的？《华严经》上讲得清楚，讲得很多。啊，贤首过思有一篇论文叫《望境还原观》，把《华严经》这个部分简单扼要，啊，用6段这个论说，就把它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是佛知佛见的，啊，完全从禅定当中完成的。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出现呢，是实现一个知识分子。啊，怎么样？把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搞清楚。在中国唐朝1400年，啊，出现了个慧能大师，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成为佛门的祖师，
说老实话，还一天经都没听过。虽然在黄梅八个月，五族派他的工作是对方里面去冲米破柴，因为他是樵夫，干他的老本行。在道场里面做了八个月的苦工啊。这寺院里都有讲堂，他没去过；有禅堂，他也没去过。禅堂里头没有坐过一炷香，讲堂里头没有听过一堂课。五祖就把衣钵传给他了，他成为禅宗第六代祖了。凭什么？凭放下。张家大师讲放下。传法的那一天，这《坛经》里是记得很清楚啊。五祖在方丈时召见他，时间是半夜，三更。他跟慧能有默契。三更真的，祖师的房门没有关。一推就进去了，给他讲《金刚经》大意，我估计不超过两小时，等他一生听经，时间就这么长，不超过两小时。他不认识字，一定没有经本。老和尚给他讲《金刚经》大意啊，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豁然。提出他的心得报告，对他明心见性，心怎么样子？他说了五句：何其自信，本自清净。说明我们的真心从来没有染污过，纵然造罪业堕得阿鼻地狱也没染污。染污是谁呀？阿赖耶。阿赖耶是妄心，妄心有染，有染尽，真心没有。只讲真心的，他见到真心了。第二句，不生不灭，没有生死，这是真的。第三句。本自具足，就是自信里的本来有的，有什么东西呢？华严经上佛说过，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就是慧能大师讲的这一句，自信里头本来具足无量智慧，无量的德能。就是今天讲的能力啊，无量的相好。我们中国人讲福报，福报包括在相好里头，无量无边，都是你自己有的，不是外头来的。所以佛教人呢，从内去求啊，不要到外去找啊，到外面找不到啊。求智慧，求能力，求道德，求相好，都到自性里面去找。明心见性，它全都出来了。所以佛讲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点都不错啊。就是迷悟不同啊，
凡夫是迷了自性，啊，换句话叫迷惑佛。他要破迷开悟了，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啊，阿弥陀佛能建立极乐世界，每一尊佛都能建立，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极乐世界无穷大，啊，所以阿弥陀佛建立了，十方诸佛需不需要建立？不需要。啊，诸佛如来的弟子，到最后，啊，学习到了最后，这些诸佛如来都劝导他的学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跟阿弥陀佛学习，几乎没有例外啊。我们释迦牟尼佛也如是啊，苦口婆心劝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个地方是保证办啊，在别的地方学习很辛苦，时间很长啊，到极乐世界休息的时间就大幅度的缩短了，而且很快成就啊，这个是真正得到阿弥陀佛的帮助啊，这是一个好老师啊。诸佛如来没有不赞叹他的，所以说他们呢几乎天天都去参访十方佛刹啊。你看自己的本身在阿弥陀佛讲堂没有动啊，在听经没动啊，他的分身能够分无量无边身，设方诸佛那个地方他统统都去了啊，供养佛啊，带的礼物，礼物不需要预备，想要什么已经在手上了。供佛是修福，闻法是修慧，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遇到一个善知识都难得不得了，到极乐世界每一天可以参访十方诸佛如来，就凭这一点我们就应该早一点到极乐世界去啊，其他诸佛国度做不到啊。其他诸佛国度要到什么时候你才有资格平等游于十方佛刹？要什么程度？要大彻大悟。没有大彻大悟就跟着老师，不能离开老师啊。就像华严经上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他有条件的啊，善财的老师是文殊菩萨，在文殊菩萨麾下得根本智啊，得根本智呢就是明心见性，就是大彻大悟，像慧能那样的啊。有这种条件的你才能够出去参学。为什么？你有能力辨别真假邪正是非，你是有能力辨别。你没有这个能力，你到外面参学，你遇到些妖魔鬼怪怎么办？啊，所以参学要有条件。宗门大德说得好啊，啊，参学要有参学眼呢，慧眼呢。慧眼不开，不能参学啊！
啊，无言我们前面学过，啊，慧眼开了，你就有资格参学了。老师不会留你，啊，老师劝你出去参学。参学什么？成就后的智。啊，根本智，《般若经》上讲的，般若无知，这是根本智，就心地纯净，纯净纯善。啊，后得智是无所不知。啊，让你到外面去看，你一看就明白了，一听就明白，一接触就明白。啊，五十三参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啊，你看五十三参最后，第五十三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啊，把善财童子送到极乐世界去了。啊，送去留学。啊，善财这样的资历到西方极乐世界生十报庄严土。啊，这些我们不能不认识，而且要彻底认识。我们这一生去西方极乐世界是真有把握，这不是假的。啊，我们自信都不是外头来的吗？全是自信的本能。啊，到那个地方才能够恢复，才能把所有的障碍、烦恼、习气，把它洗刷干净了。由于十方刹土啊，作用在此地。啊，虽有十方刹土，你看，于所受用，皆不着取。啊，为什么不着相？为什么不取相？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十方诸佛刹土呢？跟极乐世界也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你别以为是真的。啊，十报庄严土，我们称为一真法界，真的不是假的。那个真假是对十法界讲的，他跟十法界比，十法界是假的，他是真的。为什么呢？十法界是无常，刹那在变化，十报图里头没有变化，只有心性没有十变，因为他识已经转成智慧了，转识成智了，所以十报图里头没有变化。啊，十报图里的人寿命很长。啊，《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因为他怎么来的呢？他是无始无明习气来的，只要习气不断，这个世界就现前；习气断了，这个世界就没有了。啊，也是一场梦啊。啊，时间是三个阿僧祇劫，这么长，无始无明习气才能断得了。啊，习气没断，这么长的时间，人不产生变化。我们这个人随着年龄的老化了，极乐世界没老化，永远年轻。啊，寿命是三大阿僧祇劫，啊，相貌一点没改变。这年轻人呢，不但人啊，这是这么多菩萨在那里面，
没有变化了，永远不改变的。花草树木永远不凋谢，山河大地永远不会有灾变，这叫一真法界啊。可是无始无明断尽，你从等觉再提升到妙觉位了，这个世界就不见了。所以佛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说诸佛如来十报图是例外的，没有讲啊。当然十报图也包括在其中，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只有常寂光土，那永远不永远存在。那在什么地方呢？你看不到。见性的人看到，常寂光存在。常寂光三种现象都没有啊，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但是它能生三种现象，能生万法了啊。慧能大师说的啊，本无动摇能生万法啊。能大师只设了四句五句二十个字啊，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之后了，也做了报告。这个报告啊，就是他在菩提树下做，我们看到他在入定，其实他在做报告啊。这一个报告很长，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是释迦牟尼佛明心见性之后的报告啊。这个报告是在定中讲的，讲完之后啊，一共是讲了二七日，十四天。啊，也有人说，啊，这也是经上有根据的，说三期，三期就是二十一天，啊，世尊做的报告啊，那这一个报告呢，被大龙菩萨收藏在龙宫，啊，分量之大，不可思议。啊，《华严经》前面有详细的说明，龙宫里面有三种本子，有大本，有中本，有小本。龙树菩萨进龙宫啊，这是大龙菩萨把他接过去去参观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经，他看到了啊，大部的华严经这分量多少呢？佛法里面算分量跟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算这一部书是多少个字，以这个做分量啊。像老子五千言，五千多个字啊，用这个做数量。印度不是的，印度是以四句为一个单位叫偈，不管是长行是偈颂，四句做一个单位叫一首偈啊。那华严经是多少个偈？龙树菩萨告诉我，十个三千大千世界未成寂，一世天下未成品。
这天文数字啊，无法计算了。龙树看到这一部经呢，他本来是有傲慢的习气，自以为这个世界聪明智慧是第一人，再没比他高的了。看到释迦牟尼佛这一部经的时候，傲慢习气立刻就没有了，不能比呀！龙树是初地菩萨了。都是给我们做实验的。中本还是太大了，最后看小本。小本是什么呢？就像目录提要一样，像我们中国最大的部书《四库全书》。现在把它印成素本，精装也有1500册。目录提要有5册，龙树菩萨传到这个世间来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是目录提要。他说这个我们世间人可以受持，可以学习。这个目录提要多大的分量呢？10000偈。40品传到中国来的不完整，大概只有全经的一半，可是经的意思呢已经能够看得出来了，是个残缺不完整的本子，梵文的原本已经失传了，在全世界找不到了。所以《华严经》只有中文翻译的本子在。听说梵文呢，40华严最后的一卷《普贤菩萨行愿品》，梵文本还有。我们只听说没见过。所以最完整的《华严经》是中文的一本。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不再分别了，不会有一个念头想控制它，想占有它，不会有这个念头了，清净心才现前。有这些念头，心就不清净了。有住净国，也无爱药。每天去参访设方诸佛刹土，对设方刹土的清净国度有。清净国度里面多半讲的时候没有六道，有没有这个世界？有，我们在华严经华藏世界品世界成就品里面看到，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的，对这样的清净国度呢，你没有爱药，就是说你看了之后不会起贪念，于诸秽土亦不厌弃，这秽土是六道，像我们这个世界六道，特别是三恶道，恶鬼畜生地狱，看到怎么样呢？也不嫌弃，完全是平等心对待啊！对于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
业无习求，不习求想，就是不会有这个念头啊，有什么希望，有什么要求，没有啊，没有希望，没有都没有，这叫真清净啊。据《金刚三昧经》云，入道多途啊，要不出二种啊，这《金刚三昧经》里头说的啊，入道是齐入佛的境界啊，也就是极乐世界这些菩萨的境界啊，入就是正果，他证入了。方法很多，多途通常讲的八万四千法门，四弘誓愿里面讲的无量法门啊，方法多，太多了。把它归纳起来呢，不外乎两大类，第一个是理入，第二个是行入啊。理是明白了事实真相，了解了啊，其如境界自然就不动心了啊。我们有没有如自己清楚啊？真正入是什么样子呢？六根在六尘境界上，叫眼见色，耳闻声啊，鼻嗅香，舌尝味，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入进去了。如果还有起心动念，没如啊，这要懂啊。如果再说得细一点，大乘经里面通常给它翻成三个阶段啊，由浅而深啊。第一个阶段阿罗汉，阿罗汉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啊，于世处一世间一切法统统没有执着，也叫入啊，入得浅呐 啊入什么呢？用我们今天来说，入清净，清净心得了。心清净，他居住的国土也清净，叫净土啊。我们六道叫秽土啊，净土是什么？四圣法界啊，这个里面是居住的，是阿罗汉、辟支佛、菩萨和佛这四种人住在那边啊，叫净土啊。那对于我们六道来讲呢，六道是秽土、染污，严重的染污啊。为什么严重染污呢？没有佛菩萨来教化，我们现在就这样的。过去300年之前，这个世界在中国这块大地有儒释道三家圣人在这个社会上教化众生，所以这块大地有福啊，长治久安，
礼义之邦，和谐社会也。啊，特别是最近大概150年，我们把儒释道冷淡了啊！啊，现在没有了，儒释道全没有了。啊，那些经典还在，书还在，没人学习了，所以社会动乱了，大地灾变异常，都这么来的。啊，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没灾呢？阿弥陀佛天天在叫，十方诸佛如来常常到那个地方也去帮助阿弥陀佛教学。啊，好像阿弥陀佛是校长，十方诸佛到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都是教授的身份，帮助阿弥陀佛。啊，极乐世界是道道地地的一所佛教大学。啊，这礼儒。啊，你真放下了，你就儒了。啊，住在净土上这些菩萨，能把分别放下。能把起心动念放下，他就入十宝庄严土了。啊，十宝庄严土里面41位法身菩萨，最后能把无始无明习气断掉了，没有了，他就又进一步啊，入常寂光土了，那究竟圆满。在理上说，行人则有四者，其中第三为无所求行。这个好啊，人在这个世界，我们中国古人常讲，与人无争，于事无求。实际上就是经上讲的这个第三种菩萨，无所求行。世人常迷，处处贪求，名之为求。那这个人为什么他无所求了呢？他智慧开了，他了解事实真相。真相是什么？真相是假的。啊，离体，三种现象都没有。虽然它存在，永恒存在，你得不到啊！你能够证得，为什么呢？他就是自己啊！自他是一，不是二了，就像一滴水滴到大海，跟整个大海融成一片了。圆满的证得了啊，没有希求啊。智者悟真，真就是无所有，就是不可得。
啊，无所有是无什么呢？科学给我们讲的三种现象就行了，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叫无所有啊。万法皆空啊，所以安住无为也。他不起心，不动念了，安住无为，慧能大师讲的，何其自信，本无动摇。本无动摇是自信本定，就是这个地方的安住无为，就这一句。他不动了，万有皆空，无所希求啊，是真无求。他要不到这个境界，他做不到啊。这是什么人呢？最低的地位是圆教初住菩萨，他在一真法界，他不在十法界。啊，十法界里面的菩萨、佛还达不到这个层次。啊，顺道而行，故谓之无所求显。顺道行，随顺。贤首大师《还原观》里头给我们讲的四德，这个四德是化身菩萨之所行，就是无所求行啊。第一个，随缘妙用，你看他能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跟众生和睦相处，与人无争，与事无求，他跟一切众生都能够相处得很好，你说为什么？大家有没有想到，他跟任何一个众生没有利害关系，那众生是有求他不求吗？不发生冲突吗？啊，彼此都有求，那个麻烦就大了啊。菩萨无所求嘛，佛无所求嘛，所以他跟十法界众生都是好朋友，道理就在此地。我们跟人往来，如果有求，就会产生冲突；无求，就不会发生冲突。啊，我们最近这十几年来，跟世界上许许多多不同族群交往，不同宗教交往，都非常融洽，非常的和睦，原因是无求。啊，当他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全心全力帮助他。啊，我们不求回报，也不求感恩，一无所求，尽心尽力地帮助别人啊，他对我们放心诸佛菩萨在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十法界六道，用这个心态
来给这一切众生相处，啊，帮助一切苦难众生，这叫大慈大悲呀！啊，你要问什么道理？道理是众生跟自己是一体，佛菩萨知道，凡夫不知道啊。啊，由上可见，无需求想，即无所求行。啊，就是菩萨的这四行当中的无所求行，业务不需求想，即于不需求这个念头也没有。我们常说，于人无增，于事无求，做到了。但是还有这个念头，这念头也是个妄想，这念头不应该存在啊！这个念头再打掉了，这叫一发不离真无求也下面更进一步的来解释，解释得非常好。又无需求是无为，无不需求呢是不住无为。无为法也不能住啊，住在无为法里头也是错误啊！为什么呢？不帮助众生啊！二乘人自了汉啊，自己契入境界了，这境界好啊！啊，看到苦难众生呢，不去援手，那他的事情与我不相干啊，所以不住无为。啊，遇到有缘，自然就有回应，叫感应道交。所以，不着有为，不着无为呀，放弃中道啊，这例如啊，大乘、法身大士，他们所契入的啊，他们对这个事情清楚明了，一点都不迷惑啊！以上明彼土极乐世界的菩萨平等有差的妙德，这平等有差不但是自利啊，自利刚才说过，供佛是修福啊，闻法是求慧，福慧双修啊。另外还有一种呢，看到苦难众生跟自己有缘的，你就得去帮助他，真叫自行化他了。自行化他是分身啊，分身跟本身是一个身，不是二身。一身能分无量无边身帮助众生，这积功累德了。一天所干的
就累积无量无边的功德，何况常年累劫都在干。啊，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能体会到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他们的福慧功德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啊，他方世界的菩萨没有这种缘分，为什么极乐世界菩萨成就快，我们明白了，他的缘太殊胜了。再看底下第三段啊，第三个小段，名平等度生之德。这个在前面经文里面，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之处，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皆发若如。啊，这是就说这一段。啊，所以极乐世界菩萨有大慈悲，每一个往生的没有慈悲心不能往生。啊，为什么呢？跟阿弥陀佛的愿不相应，阿弥陀佛的心是一切皆成佛的佛心呢。阿弥陀佛的愿是四十八愿，愿愿都是帮助众生回归自性的圆满成佛。啊，那么菩萨们的行我们在这看到了，在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学习，除这个之外，每一天没有离开设方诸佛刹土。啊，每一天去参学，同时一处时间相同，处所不相同。啊，无量无边的化身，一时都成就了，是吧？圆满成就了。啊，说故于一切众生，不计亲疏恩怨，亦无彼我之分。啊，这是菩萨的心态，他是平等心。啊，菩萨到极乐世界都证得了清净平等觉，这是阿惟约之菩萨条件。自己没有证得呢，阿弥陀佛加持他，虽没有证得，他也等于具足清净平等觉的智慧功德。啊，所以他有能力帮助一切众生。啊，对一切众生不计没有亲疏恩怨的念头。啊，对待人就跟对待自己一样。
亲切、真诚，啊，也无比我之分，有比我之分，他已经起心动念了，他有分别，有执着了，这是凡夫，他不是菩萨，啊，更无违愿之想。啊，还有过去生中的怨怨啊，这些怨恨没有了，全都化解了啊，视同一子，这是比喻啊，好像父母啊只有一个独生子，那真爱护啊。啊，所以菩萨呢，与设法界一切众生平等普度。啊，这些事情都是讲极乐世界菩萨。我们读了这些经文，应该要学习。我们在这个世界有没有这些恩恩怨怨？有啊，有这些事情啊。应该怎么看待呢？要跟菩萨一样，用平等心看待。啊，这些恩怨因果是过去迷而不觉造成的，现在明白了，觉悟了，把这些阴影一扫干净，行吗？行。以前的心是昏暗的，现在的心是明亮的。啊，光明把黑暗去除了。啊，所以对一切众生呢，以平等心；对人要平等。对蚊虫蚂蚁也要平等。对树木花草也要平等。对天地鬼神也要平等。都是众生。乃至于山河大地，平等的慈悲心，平等的爱心，啊，这是彼诸菩萨了，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啊。这是经文上的一句话啊，我们应当要学习啊，这是阿弥陀佛之所行，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些菩萨都学会了，都学到了啊，我们在今天修行修什么？这叫真修行。我们现在搞错了，每一天念多少声佛号叫修行，每一天读经啊拜佛叫修行，错了。真修行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就修平等心，修清净心，修觉而不迷的心，这叫真修啊，这才重要啊！啊，定这些功课是做什么用处呢？那是舞台表演，表演给没学佛的那些众生看，让他们看了之后
对佛法起恭敬心，啊，对佛法起好奇的心，来询问，这是触动他的动机啊，学佛动机啊，他来询问，你给他解答，这么回事情。啊，真正用功没有痕迹啊，所以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佛法重身智啊，不重形式。我相信这句话了，不是张家他老人家自己说的啊，因为我有一次在新加坡跟新加坡纳丹总统在一起啊，吃饭的时候我们俩坐在一块，他告诉我他是印度教徒的印度人，他说他我最佩服佛教哦，佛教重实质不重形式，跟张家大师讲的一模一样。啊，所以我知道这一句话应该是古大德所讲的。讲得好啊，叫真因修行呐。啊，形式不重要。形式是做给别人看的，做广告啊，劝别人学佛要用形式，自己的真功夫不重形式啊，这个不可以不懂以下数据经文重名，再次的说，自他而立，与平等说法的德行。啊，底下这一句话很重要。因由刹度生，均不离说法也。啊，可见的，由刹跟度生是连在一起。你的分身到十方刹土啊，去拜佛去听经，你肯定遇到那边的许许多多的众生根性不相等，程度有差别，你能不为他们说法吗？你能不为他们表演吗？啊，表演做给人看的。啊，所以四德里头，第一句那是讲原则，随缘妙用啊，妙用是不着相。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妙用啊！第二句讲威仪有责，啊，要做一个很好的榜样给大家看呐，让大家向你学习啊！这个榜样，释迦牟尼佛做出来。你看看这个经上所说的哪一句释迦牟尼佛没做到，他通通都做到了啊！做到之后再讲给我们听，再教导我们，我们没话说，服了
如果释迦牟尼佛自己没有知道，我们肯定对他的话有怀疑。啊，你说这么好，为什么你没说？啊，那么这就是问题啊。佛通通做到了，我们还有什么话说呢？啊，只有仰慕，只有追随跟进啊，希望我也能契入释迦如来的境界啊。那么不离说法，但说法不离自觉，这一句话重要。自己没有觉，说法说什么法了？说别人的。啊，孔子所说的“既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也”，自己没有觉悟，我读别人读的很多，我记得很多。啊，这些呢，全部都叫做知识。你的知识很渊博，没有智慧啊。度化众生要智慧啊，有智慧，你的知识也派上用场了，知识变成智慧了。没有智慧，知识就不能解决问题，很现实啊。这么多年来，我们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明白。啊，知识后头还有后遗症。啊，把问题搞得越搞越复杂。这么多年来，从二战之后吧，这世界越来越乱，灾难越来越频繁。现在大家都警觉到了，也不忌讳了。啊，前些年呢还忌讳，不谈灾难。从去年我发现了。啊，每一个人见面呢，大家都谈灾难，这现象好不好？不好。为什么？佛经上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大家都谈灾难，都想灾难，没灾难，灾难也被你想出来了，这个不好啊。啊，如何化解灾难呢？大家见面都谈念佛都好啊，别谈灾难了。啊，谈谈佛法，谈谈阿弥陀佛，啊，谈谈观世音菩萨，消灾免难。啊，不要把灾难放在心上，把佛菩萨放在心上，灾难就没有了。啊，我跟诸位讲的是真话。一点都不假。西方极乐世界的居民，没有一个人心里头有灾难，有这种念头，根本没有啊！啊，所以这个世界上没有灾难产生啊！啊，他思想里都没有。故下云，啊，这个经底下说，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揭发如如，崇明自利之心圆满了。那么这个四句以舍利执着为首，
因此，实为入道之关键呐、啊。你能不能入道？要从这下手。你说这多重要？啊，今天我们学佛，无论出家在家，不能够其如，就是因为有执着。啊，最近大概有二三十年了，我常常劝勉同学，也劝自己，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放下贪嗔痴慢。我到处都讲啊，逢人都劝啊。啊，我讲得很老实。我说，我讲这十六个字，你通通能放下。有没有入佛门？没入。啊，我跟你说真话，我这十六个字是带你到佛的门口。没进去，进去要用佛的标准，我的标准不行。啊，佛的标准是什么呢？破五种见惑，你就切入了。入什么境界呢？小乘初果，大乘初心为菩萨，虽然是很浅。啊，这小小圣，你可是圣人呢，你不是凡夫了。你已经入佛境界了，刚刚入进去，很浅，但是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五种见惑里头一个是身见，你要真搞清楚，真搞明白。身不是我，那身不是我是什么呢？是我所有的，我所，就像衣服一样，衣服不是我，是我所有的。要把身体看成像衣服一样，《金刚经》前半部说，思想，无我相。就是无身相啊，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四相刚刚破，就是须陀洹。在《金刚经》上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了。四相没破，没有入门呢、啊，都在门外呀、啊。啊，第一个身见破了。啊，我执破了，我破了，我身破了。啊，第二个，边见破了，边见是对立两边。啊，这个烦恼一破，你就能够以平等心对一切众生了。啊，我们今天不能用平等心对一切众生。是因为有分别，有执着。啊，下面是成见，啊，先入为主，主观观念，自以为是正确的，其实全错了。啊，见取见，果上的成见，戒取见，因上的成见。成见碍事啊，障碍我们开悟，障碍我们得定啊！所以，舍利一切执着，是入道的关键，是入道的枢纽。
不能不认真学习。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